台湾金币维持莫可真，天天闺女一起卡本听，做美食球量美天天公台。电子部长沈永进表示讲，做美国加税应付完成的。对中央厨艺意思，随当日天涯增强800分炸以外，其他量厂商做的自由做女外销。老民众同关心的做美家私，沈永进强调，是明知做美含黑维持本地的家私，不过厂商起价来卖的海外飞贵，市场抵制。一道防疫措施，我想第六年初一为太贵无结金，包含天阳烟同银行费一道二万发通，都唔是这个错没发错的，没做的是东西。不过外带最美，那从天买机票，指挥官陈时中台图一爆料。第二前太贵价水电三年内发生1000多件一次唔封上，防疫主要都意思民众自家控制自家。不过按用政策压迫的引起动荡争议，就引证该片的感染同死亡人数更增加。不过，虽然政府还在强调防疫，为长期来看，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，一度留学生同侨胞入境俄罗斯。左边有96位台湾旅客，在日本的天数下，对莫斯科飞到日本东京，再过转机顺势转到台湾，对台湾老婆表示感谢。巴西黑压全世界确诊人数第二个国家，不过总统博索纳罗三不重视防疫，更忘记检视东西，没莫带点最暧昧。美国政府颁布命令，禁止这些人士去到巴西的外国人入境。